周末啊，我妈我爸要出去疯去了，不，什么叫人家出去疯去了啊？还是媳妇儿啊，媳妇儿在家收拾屋子，还照顾奶奶。看这媳妇儿这家收拾的多干净啊！拉倒了吧，啊，行，收拾的挺干净啊，比我妈我爸在家强是吧，奶奶？比我妈我爸在家强，媳妇儿干活是吧？是不是奶奶？啊，是不是比我爸我妈干活强？我媳妇儿。别这么说，是是是。嗯，奶奶吃药吧。啊，我吃点，我吃啊。啊，咱们中午吃火锅。火锅啊。行，这是老妈一早起来炸的油饼，一会儿涮火锅吃。我说都把东西弄出来。嗯，行了，别太辛苦了，我来吧。对，拿，把这药吃了。对，我看吃不吃了。吃，这个吃不吃？那个是什么的？嗯，你还得给奶奶剪头呢是吗？奶奶，对，一会儿我给奶奶理发。啊，这个您白拿手接着，对，因为我手刚才。这吃什么呀？吃这个对一片儿啊，一片就行。对，先吃了这个，一会儿再过半小时吃那个。不吃那么多。对对对，嗯、吃点这个。正好这会儿吃那个涮羊肉、火锅，吃那苏尼特羊的啊。行。还有什么海鲜、虾丸、鱼丸什么都有，给你补补吧，王婷。行。奶奶，您吃吗？你走啊，你们。我们也走，给您留这儿。这不是帽子，是不是也是帽子？奶奶不是王小婷，给奶奶头上别根葱。奶奶，奶奶不戴这个，奶奶不戴，我不戴，我戴。戴一个。干嘛呀？我不戴，戴一会儿再拿理发。但他戴就聪明了。那家伙行啊，剪上头发了，给了奶奶。对啊。王小婷，你知道你剪头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什么了吗？我想起我爷爷走的时候，你还给我爷爷在床上刮胡子、剪头发呢。头也别太短了吧？啊，豆豆，啊是。啊，真的，媳妇儿你真好。别老爸老妈也很好，别一天那。啊，真的真的，我心里特别感动。但是当我爷爷走的时候，走之前，你在那个床上给我爷爷剪头发、弄胡子，我心里特别特别感动，真的，有感而发。你说我都想哭了。别。因为确实奶奶这边耳朵这边比较长了。奶奶，您相信您这个外孙媳妇儿？啊，我相信这媳妇儿。啊，他给您剪着一个外孙，来一个外孙。啊，他给您剪一马戏团小丑怎么办啊？啊？给您剪一马戏团小丑怎么办啊？给剪成什么呀？马戏团小丑。小丑就小丑。小丑，我戴着帽子看不见。那阵我给爷刮那个头发，还有刮胡子，刮怎么样？嗯，挺好。刮哪知道？刮的挺好的，没事儿。我这后头是长了。是啊，不舒服是吧？他也得抹脖子，也对脖子也不好。冬天就不出去了，老人。给刮一下。好家伙，行啊，托尼王，专业啊。一会儿我也给你理一个，你别给我理，我给你理一个，以后咱家那个去理发店钱省了。挺好，挺专业。对，你看我这边，你也就糊弄糊弄奶奶。什么叫糊弄？你看我这边耳朵，啊，看见了吗？都把这耳朵露出来了。挺好。哟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风回来了吗？都回来了，我又风去了。你看看，我看看我，看看我媳妇儿给家打理多干净。又会看你媳妇儿。我说我疯了，外边给人采报去了，说我疯去了啊！什么？你看奶奶，家桌子真好，哎呦喂！你行吗，妈？是我怎么不行啊？你真好，那老人家手还没好呢，你这精神，那你就别弄了啊！要给你省钱了，不是我省钱了啊！你外边弄一头100块钱啊！奶奶过来，回头看看，还行，挺利索，挺好的。啊，不是马戏团小丑啊！啊啊，什么三条腿啊？什么三条？感觉清楚点了吗，奶奶？啊，清楚点吗？啊，清楚多了，不是轻松点儿。你看，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，后边也行吗？看看，奶奶看我，利索吧？利索。
耳朵露出来的。嗯。嗯。行行行，你这也不少，你看，看着不多不少。对。开始准备要吃了，看老妈干嘛呢这？出料啊。嚯，涮羊肉必须兑这个麻酱小料。对呀、啊。麻酱放的多吗？上次已经跟人说了都。这上午没搁那什么虾酱，刚才搁完了，搁冰箱里了。准备的菜都洗完了，嗯、这是老妈洗的啊。看我早起炸的油饼好不好？好啊，有咱涮奶油饼。看北京张那边干嘛呢？没肉。哎。哎呦。那家行。那肉怎么直接上台面了？这么拿往下走，往那对。哎。哎。就走你了，对，还走，对。你掌握到药里就行了，对，没错。鸡羊鸡鸭火锅啊，鸳鸯火锅。我爱吃涮羊，奶奶话太多了啊，说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看看啊，妈，我给您放了啊。哥，鸳鸯的涮羊肉什么呀？准备的肉有什么？我爱吃涮羊肉吗？那老妈您吃什么肉啊？我喝点香肠，我给您放了吗？一会儿咱俩鱼丸。对，鱼丸虾丸还没拿出来。什么呀？别问什么了，涮羊肉，问啊，涮羊肉，准备开吃啊！要吃涮羊肉，这是蒜，愿意喝蒜喝点蒜。奶奶吃吧，多吃点您自己啊。调料，芝麻酱小料。涮羊肉，老师你吃香了吧？涮羊肉，一会儿再说。我爱吃涮羊肉。妈，给您放点蒜，您够了够了，吃点就吃不了。老家，您这牙不疼吗？牙哪儿去了？我都不知道。不能吃，您拿牙硌的不行。这个肉软和，一会儿您就吃点这软和就行了啊。行。来，香菜给你们。哎，香菜啊，给您放吧。葱和香菜都搁了啊。蒸吃蒸吃。蒸什么了？没有，我说我妈。奶奶也蒸不了你。吃不了我，你吃羊肉啊，吃辣的呗。妈，他跟您斗呢，妈，爱斗不斗？我不听他斗。今天老佛爷不高兴了，没牙吃不下去了，看咱吃着急了，估计。哟，给老太太这里边弄点这个羊肉。看看啊，这苏尼特羊肉卷尝尝。给搁这里边。奶奶，这是内蒙苏尼特卷。吃不了那么多，我吃一块。奶奶说这事儿那事儿，他不知道。嚼不动。那只是羊肉就行了。我吃不了那么多，算着吃，尝这肉啊，尝这肉啊，好吃啊！妈，再给您搁两根这个内蒙羊肉，好吃。什么呀？那是这个是那个冻豆腐，鸭血，对，鸭血。我尝那个苏尼特羊啊，对。都把苏尼特苏尼特。那内蒙有名啊，苏特尼。这什么？嗯，不是山，不是苏莱曼尼呀、啊，一点都不山吧？不山，这肉还非常好，好肉知道吗？涮涮越涮汤的越清，没错，没错，要有沫子麻烦了。老伯，快吃来吧。妈，行吗？嚼不动，嚼不动，一会儿给您吃这个，一会儿让您闺女给您嚼嚼。那哪行啊？废话。来，老伴儿。这个熟了，给你尝一尝，能吃吗？麻羊肉？嗯，这还行，不膻。尝尝再说。我刚吃了。老太太，给您来一块。那谢谢。我妈能吃羊肉啊，居然说不膻，看来这肉确实不错啊。不膻，一点都不膻。我还说那个用鸳鸯锅就是为了防止咱那个羊肉那膻味儿影响老妈。对，奶奶这个吃不了那辣的。没想到你老妈这个好也能吃上了，也能吃了这羊肉。是啊。
第一片羊肉，等一会儿啊，下锅。这东西我觉得不能放里边一大堆，就是涮一片吃一片，涮一片吃一片。就跟那个涮的鲜肉似的。对对对，不能说一下扔里边太多。嘿，我看你这辣油少，太多。等一会儿啊。谁没不疼？没动，这盐没动。不膻，还真不膻，而且一股鲜肉的那味儿，鲜肉，嗯，是吧？我已经总结了。哦。怎么样？没人看看我说让张俊啊，今年春节天儿冷，买点，对，买点。老妈也能吃的。嗯，这样也别太多了，买吃不了，咱家冰箱都放不下。啊，是是是，你赢下。嗯，牛羊羊肉，赢下牛肉你也吃啊？这什么豆腐、哦？这也是内蒙的，豆腐多好吃啊！对，尝试一下，好吃。宁夏得尝一尝，不是？嗯，这味儿真的不错。你看这里还有肥的呢，不是？这不碎吧？这肉也，它这一个羊腿啊，是啊，能碎，它那么卷，对，它不是合成的，对。花了一点这菜，我切还不知道。这奶肉，我怕它吃这边不牙疼，发物，我不敢给它撕下来吃。你得把那肉啊涮熟了以后，切碎，吱吱吱吱，再把它给搅搅碎一下。要不然你能看着，你得着急。老爸没喝点酒吗？喝着呢。老妈喝点酒，喝的骨血，你们来一口。不来不来，这酒是我的最爱啊！不爱喝这个行吗？嗯，吃点。他这入口有回甘吗？那茶也有回甘啊。今天晚上。鸳鸯锅，您吃吧，您吃吧。这冻豆腐也非常好，我想上次买的人自己能做。这是鸡血吗？鸭血，主要是老妈买的。对呀，咱买都不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老妈？不行，我这豆腐有什么来历？不知道做的呀？白菜知道什么做的？妈娘教的啊。谢谢你。你别来跟我这么讲，你少怼我几句就行了。卤水点豆腐。哎。小时候就自己家做豆腐，尝尝这鱼丸啊，这个应该二十八一斤，二十八一斤。这是虾丸，虾丸多煮煮。我那俩喝的，不能用，您刚才已经用了，没有了。刚才您已经用了垫着，您那现在您能吃，您垫上牙，那牙根还疼，哈。哎，这虾丸也鲜，你尝尝。没熟呢。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是吗？等会儿，我拿给你。妈，你等会儿给这虾丸哈。没事。那可到了，吃点就行。哎呀，哎呀，香啊，行不？真行，这气氛就起来了。香啊，香啊！你应该给老妈弄一个鸡酒的。老妈，把我那大葱给你带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带不带你的？聪明绝顶，我不聪明。我那是装象。妈，给您这个，这是虾丸，这是蔬菜丸。一炒吃。您这是放着扣了。证明好吃，就顾不上说话了。熟了吗？熟了。这个辣吧，嗯，这个辣您别动那个。还有一个月没吃。哎，再给他搁点卤，现在卤呢？这个啊，搁点那个还行。啊，给您搁点啊。感觉得有一个月没吃了。行了行了，行了吗？咱还是在昌平吃的呢，下水那天吃的呢。别这，那天吃的可多，爆的多。只有羊肉。也有羊肉，我不是我，那你说我说久远这还龙口呢。我没带羊啊，没事，我这也没牙了，慢慢磨吧。你看我，我没带羊，我有啊，真够。对，来，你中一中来，哥们小酒来，快点。隔什么命？这还用我说呀？隔什么命啊？都奔七十的人了，就隔你的命，得了，这就隔你的命啊！隔我，你只能隔我的命，别人你也隔不了。你就知道吃啊？吃吧。你看人老爸老妈，嗯，不
过牛牛这点挺好的。一个建议啊，他要太咸了，阿妈。我没放盐，我可能稍微搁了点，多点水溶，因为那天我买的是不咸。不咸，你可以。对他来说这不咸，高血脂、高血糖、三高，还你说一百遍，我高吗？我不高，你就胡说八道吧，你这嘴是喷的。你这得照顾点别人啊。你看吧，我哪知道咸的，我每次都按的那个。咸吧，王晶。不咸，王小宁跟你有一拼。吃完这碗，我知道我脑袋迷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糊涂哥了。他那意思就是咸了，血压高，吃咸了，就这意思。人这有知识人说话不那么直，说话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反正我要再吃就变夜猛虎了。嗯。你变去吧，我看看你怎么变，怎么飞起来，我看看。看着啊。一说你稀溜，这我想起什么了吗？咱俩应该是担担面，哎，新春担担面，新街口的新川担担面，新川担担面，哎、那时候担担面，我们俩交朋友的时候，哎呦，那女孩儿哦，倍儿白，然后大平案子上，又吃那辣的那担担面，老妈呀，我老婆多呢。那小女孩，那怎么都相中老妈了？你那开头开那，就是他带着我去的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我带着，因为我小时候我他从那边也长大的呗。我姑姑家住新街口。三十多年前了，三十多年前可不止了，哦，可不嘛，三十，他三十六，三十七八年前，三十多年前，刚搞对象。我还带他上石大海滑冰去，背着大草包滑冰去，我们滑冰吧。哎，他摔跟头了吧？也给我拉摔跟头了。带他游泳吧，让他在游泳池里折跟头吧，还把我头给砸了一下。就是他干的事儿。但是他跳舞跳特棒，你老爸跳舞跳得特好。老爸得先给我们跳一段，我们俩给你跳一段。跳一段什么呀？圆舞曲《华尔兹》。华尔兹是哪？行。三步你爸跳舞跳特好。干嘛？吃的有一半了，看看这汤里啊，一点沫子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啊，证明这什么呀，肉好，确实是好，是不是吧？这有关系，不是推销啊，不是推销，不是推销。我不吃羊肉，我都觉得膻，但是我这回我吃了四五片，特清润，看这边上，对啊，还真没撇过啊。妈，您吃吧，没有卤，还要卤吗？不要，吃点得了。内蒙苏尼特羊肉啊，值得推荐啊。实话，对，